好，黄信翔在左边，但是高金伟决定自己来了这面。因为大家都以为林彦廷要传，哦，这是一个巴哲比特的三分线，两边都很快速哈。啊，双方后卫的正面对决，结果高金伟勾射，哇，两队慢不下来啊。对，也是一样哈，林允杰跟丁冠浩两个。哎，哇，今天的高金伟没有极限。越简单的球其实越要把握住了。好，来看看这次的三分弧顶位置进。年级的学长，今年打完应该都会投身于职业联盟所发展。好，高金伟走底线，哇，再传给好，但是施武奇，哇，这一球打得比较慌张啊，球掉了。再传，哇，这一球挨了锅子，黄信翔在左边，但是高金伟决定自己来了。正面林彦廷再拿两分。因为大家都以为林彦廷要传，哦，这是一个巴哲比特的三分线，相信能够带给建行科大更多的士气。这个巴过了之后呢，这个身高优势没有人可以挡得住啊。但是高金伟三分线要还颜色，李外哲的跟进了，后面也拨了一下，两边都很快速哈。双方后卫的正面对决，结果高景伟勾射吃掉了尤爱哲。史努奇在对位这边还是相当的有经验，一直把莫巴尔给顶到禁区外面。哇，简单的挡人，哇，高景伟出手的速度够快，又投进了三分球。很快的控球 ，step back， 马上哇！哇，景伟真的。哇，两队慢不下来啊。对，也是一样哈，林允杰跟丁冠浩两个。哇，今天的高景伟没有极限。很佩服他的，真的是。当然，很多的小在场上十位选手，大概高景伟是。高景伟，剩下最后的三秒。我们看慢动作哈，进攻防守都相当的有水准了。高景伟的三分有，他要跳出来才行。九暂停，目前距离比赛终了，剩下5分39秒。